我在台北，我爱康熙。我在埃及，我爱康熙。我在西班牙，我爱康熙。我在新加坡，我爱康熙。我在纽约，我在巴黎，我在日本，我在上海，我在意大利，我在澳洲，我在伦敦，我在长城，我爱康熙。康熙十岁啦！感谢全球华人爱康熙。你在哪里爱康熙？赶快上传影片，表达你对康熙的祝福哦。康熙来了。你又是没有把握，你要自己画脸，发一个处罚吗？你说我吗？画脸、uh-huh, 你这么有把握的话，对啊，你那么有把握的话，可以啊。如果真的吗？如果错的话，你画脸，赵哥画哦，赵哥画。那你们互相客气嘛，我可以。你要让赵哥画你脸。赵哥，赵哥，朱梅，不是啊。S 说如果他错的话，让你画脸。他猜朱梅了。OK， 你看他是不是很大方？因为你画，他画你，现在就是要让你画。我也很大方，你没看我画到现在还没擦掉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笑，跟你没关系，跟他有关系。他是问题，他所以你猜朱梅，你猜朱梅，你猜 Ann， 你猜朱梅，三对一哈。然后 S 也是朱梅。嗯，看来这两个人鼻子都被大家点出来，好像有动过手脚呢。到底谁才真的有整过型？小 S 跟赵正平是否会被画脸呢？好 ，Ann 跟朱梅当中有一位有整，有一位没有整。有微整先那位请举手，一二三举手吧。怎么会这样子哦？每个人都把自己搞的，你鼻子怎么这样？太厉害了吧！真的，你给 S 捏一下，可以，真的。根本就假的，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你鼻子很冰哎，你是后面很冷。对啊，所以那我捏捏看你的，痕迹比较强。痕迹，可是它是很硬哎。因为我刚刚看的就是他这一带，是哇厉害，他这一块不是疼太多。你笑，你笑的时候，他这边这两块会其实蛮明显。哎，笑。好，来泡我。哎，赵哥，麻烦你。我也输了，可是他已经罚下毒咒了，所以画他。你那么怜香惜玉，我想你会很客气。没关系，我没有。那什么颜色？就黑色就好。黑色就好，来吧。我刚画你是很客气哦。我会害你吗？我是让你变更帅哎。那这画不可能变更美，怎么办？怎么画都不会变更帅。来吧，来来。够意思了，可爱了 ，OK 的，没有人像我那么对那么好，都不少，这样就好。是，你刚刚不是也是在朱妹吗？对啊，对对。那你应该，我知道这个客气。你这就不是客气，我这客气真的，一比就好。你当我第一次来这边录节目，你当一比就好久啊。哎，我对你画质哎，你手字漂亮比较好吧。一样一样，我要杀了你！我才要杀了你！我很怕，好了没？好了，一比了，一比了，一比了。我觉得两边的画面看起来比较好看的。我不要！气死我！赵哥可以去拍《神鬼奇航》吗？还好人美，那还蛮性感。所以你们竟然全部败在朱梅手上，气死！朱梅，对呀，他们两个都错。朱梅，你常常。被人家以为是整过的，对，就是可能会觉得双眼皮是割的，眼睛大，对啊，那鼻子没有人说。欢迎两位哈，请坐，请坐。麻烦你把笔拿去给那个阿布，阿布要处理高山峰跟 Kid， 请处理。啊，我以为是朱妹画我们的，要处理，要什么颜色？对啊，应该让女生来画吧。你下不了手吗？对啊，他我可以了。朱妹来帮忙画，朱妹来帮我画吧，因为我是他学长，他是我学长，我不要动手，来来。你挑一个颜色，嗯，打开看一下，转哦，好可爱哦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要朱梅画，你走开啦，走开，画好了吗？谢谢谢谢，我帮你画的很像陆战队一样，这样哦，很帅吗？很帅吧？很帅很帅，对对，不错不错，还不错，天哪，不错还不错，结果赵哥，你把我画像加油剑。过分！我也想画，太可爱
大家要猜对。他可塑性真的很高哎。我期待这件事情。再熬一组就结束了。对对对，最后一组。好，欢迎最后一组。哇，这两个。第二个。好，这两个。好，所以看起来的话是晨晨，晨晨哈，嗯，好 ，Kid 要猜晨晨的话，我们就先看晨晨喽。好，来，晨晨，我们要先放下面具了啊，一二三，放下来。晨晨，请放。晨晨，晨晨呐，晨晨根本就，晨晨根本就是洋娃娃脸啊，你不能这样问哦。各位，我们要不要说他算了？对，说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全说了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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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把要看一下多拉。赵哥不要说，赵哥不用怕，你都已经这样了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不说。要看 Dora 吗 ？Dora 要看 Dora 要看一下。好 ，Dora， 一二三，放下来。完蛋了。Dora 比较自然呢，绝对是 Dora， 厉害了吧？真的，你刚刚不说绝对是晨晨吗？真的，你看他的山根，有一个眉，已经到眉心了，又讲这句话刚重复了，根本就没有立场。对啊，啊 Kid， 我觉得有讲一点比较不礼貌，我觉得 Dora 好像是男生。哦，这是康熙的这个风格，这跟主题有什么关系？不好意思，我们通常放在最后一组是有一个是男生。对，我们之前都这样玩嘛。你是不是因为真的是 Dora， 因为晨晨的那个嘴唇有一点往下走，所以他如果是有在做微整形的人，他应该会让这边稍微上扬。好选 Dora， Dora， 阿布呢？Dora 看起来好像蛮有自信的，那我选晨晨哈。晨晨，嗯，宝莲梦，可以先问一下赵哥吗？因为我现在还在想，我对不起，好难。赵哥，听我一句，绝对是 Dora。啊？为什么？你相信我。顶多就是互画而已，我觉得还。他还缺一个，还缺一个眼睛要补上。应该就晨晨了，怎么会是 Dora？ 你敢不敢跟我赌就是 Dora？ 如果是猜输了，你说 Dora， 对赌了，对赌了，晨晨了。不可能是多了，你们要对赌哦，又来喽，来喽，什么赌注？这是互画哦，互画，我这次也是一笔哦，我也是一笔，来来来，一笔勾销了，因为我也是看到你还有地方可以画，真的，真的，而且你们这次刚好猜两个不一样的人，绝对是多了，高山猜多了，好，赵哥猜晨晨，对对对，高山峰决定了吧？我猜晨晨。小 S 跟赵哥对于自己的答案超有自信，是谁会踩中华莲的惩罚？广告后就知道了。康熙来了，康熙来了。这两位看似都有在脸上动过手脚，引起现场来宾极大的争议。观众朋友们，您猜得出来吗？好，我们的最后一组 Dora 以及晨晨，其中有一位有整，一位没有整。有整的那位，麻烦你举手好吗？一二三，举手吧。二把输了，哎，这真的很危险，高了。喂，搞太多了吧？刚刚就是在看他的嘴唇，你知道吗？我看走过去就是最后是看他的唇珠这边。可是他也太会演了，因为他的表情一直是你们怎么会觉得我有整过了？可是为什么 S 这么有把握？因为晨晨这边真的，他有整的话，他一定会把这边提起来的。那 Dora 的线索，你有看出他这么多部位吗？我就觉得他鼻子有点不自然，其他都还 OK。所以 Dora 为什么要动这么多地方？因为之前太瘦，瘦对，所以就是打的部位比较多一点点。很成功啊，我觉得你够了，乍看蛮自然。如果不是被 S 这样严密的检视的话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坐吧。谢谢啊，哎呀，好，好，最后我们就是最后，我想我们只处理赵哥一个人就好。来，赵哥，他们也有输哦。我们有输，我们待会接受惩罚。就说好一笔就好了啦。一笔啦，真的，一笔。赶快画画收工，赶快画画。不能动哦，是人吗？哎，对称吗？哇，好可爱哦！放心，我就一笔就好。可爱哦，所以哦，还没断，还没断，一笔还可以，还没断，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现在画到鼻孔的部分，太狠了，还可以吗？还没有断，杀你全家！不行，走开！来，镜头照一下，赵哥先。
五官好立体啊，像混血儿一样。你动了，对不起。大哥，我们要不要现在来录那个拜年的？拜年，拜年，拜年。大哥，这又跟观众拜个年了。不要，快点，快点，我要擦掉。拜年，快点请大爷。不然我跟阿布拜年，你站在我们中间就好。这大哥最后一个怎么会栽成这样子？晨晨也太……我很难说些什么，算了。这么多部位，你们这个栽的是不是太过分？不是，那个多拉怎么做的那么自然？哎，问一下哪一家诊所？真的？哎，不是，那小叮当哎。不是蛮可爱的。哎，小心小心！你还这边那个得了便宜还卖乖啊你啊！而且你现在变很瘦，你脸很小，五官比较集中了。你是混血儿啊？我刚才直接去李金良诊所直接做。好，所以你觉得他这个算你够了吧？你要说到什么？对，大哥，今天这些人当中，你觉得 Dora 是最自然的？就完全不像整的说有那么离谱，或者说特别的突出的鼻梁，还是说下巴很厉害，他比较唯美。我拍到了。手机里面有这一张，赶快上传。刚才你下面要写马年行大运。我拍到了，这么像马吗？应该还好吧。好了，那我们就陪赵哥一起祝大家马年行大运啊！恭喜恭喜，新年快乐！谢谢，新年快乐！